今天呢，来和大家分享一下眼霜是使用在水乳前面还是后面呢？眼霜是用在化妆水之后，乳液之前的。清洁面部后，先拍上一些护肤水，然后涂抹精华，因为精华可以快速地渗透到肌肤底层，自下而上地修护肌肤损伤。精华涂抹之后，接下来是涂抹眼霜。涂抹眼霜的时候不要太用力，点按的手法就可以了。最后使用乳液，因为乳液的作用是在皮肤的表层，最后使用不仅可以起到保湿的作用，还可以锁住刚才给皮肤补充的水分和营养。好了，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，希望可以帮助到大家，拜拜。